香妃，你没事吧？朕听说这华县宫有刺客。这就是古代的皇帝啊，怎么看起来像个女人？大胆奴才，低头。那刺客抓到了没有？朕要将他凌迟处死。皇上，没有刺客，是只大黑老鼠吓了臣妾一跳，所以才失声叫了出来。大黑老鼠？这华县宫怎么会有老鼠啊？定是这群废物奴才居然让内宫出现了老鼠。来人呢，将他们都拖出去砍了。皇上，不要杀这个小太监，他是书房斋来给臣妾送东西的，听到惊吓后第一个跑进来，是他帮臣妾赶走了大老鼠。是这样吗？是的皇上。难得香妃出口求情，那就答应你不杀他。谢皇上恩典。还不快滚。是。什么鬼皇帝还想杀小幽皇？站住。在哪任职的？这么没规矩。奴才在书房斋。原来是陈平的手下，今天晚上去伺候公主洗澡。伺候公主洗澡还晚上？